得奖的是陈怡雅斯卡罗，恭喜。不好意思啊，因为陈怡雅是我女儿啊，她七天啊。戏剧节目最具潜力新人奖入围的有，我唱的真的很神奇，你很难过。林思婷，超感应学员，新阳电影有限公司。喜欢我吗？出生入死的我们。草爷，江志伟，逆局，天宇电影有限公司。他一定很失望。张舒宇，孟婆客栈。民间全民电视股份有限公司。陈怡雅，斯卡罗，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。雷宾，金鹿儿，斯卡罗，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。好的，第57届金钟奖戏剧节目最具潜力新人奖得奖的是，得奖的是陈怡雅斯卡罗，恭喜！超龄演出的同时，以素人姿态面对难以诠释的角色，在艰难拍摄任务中，透过眼神与语气展现自信与霸气，精彩演出浑然天成，展现大将之风。不好意思啊，因为陈怡雅是我女儿啊，她七天啊，不好意思吧，我代理我女儿说，谢谢，找到，感谢你，也谢谢各位评审给，我的小女儿机会，我不能，谢谢谢谢，谢谢颁奖人，也恭喜得奖者。